睡不好，整天是黑白，睡得好，一天就是彩色的。想要睡得好，最重要的就是枕头，因为人的阿妈骨是全身躯血液循环最紧的所在，也是人的神经最多的所在，影响人的健康是最多的哦。石墨烯健康机能枕是采用最新的石墨烯科技，有远红外线的功能，对睡眠和全身躯的循环都有很大的帮助，可以当抗菌、除臭、吸湿、排汗。独家采用纳米锌离子能量砂，亲肤表部双叶片设计，会用让咱的肩胛头、阿妈骨放轻松。唔呐，又嫩、轻、个薄，而且非常的好洗哦。石墨烯健康机能枕，让你袂阁酸痛、头痛，阿妈骨筋袂阁顶扣扣，让你愈来愈好睏，愈睏愈健康哦。